假如学生和老师身份互换。哎呀妈，昨晚上熬夜蹦迪课没背，得赶紧给他们备课。三二一，不是，这都上课一分钟了，你还不回教室，搁这干嘛呢？哦，同学，我昨晚上课忘背了，你再给我一分钟。给不了，早干嘛去了？我们全班每人给你一分钟，那就是45分钟，这时间你耽误得起吗？大家还说昨天的卷子，咱们整下第7题，这道题我都听了800遍了，又是一道送分题。那我们换道题讲好不好？大家看黑板，看黑板干嘛？看我呀！啊？哦，看我干嘛？我脸上有字儿啊！看黑板。我在班级都能听到，整栋楼就你们办公室最吵。同学，现在是下课时间，我说下课了吗？还有，谁允许你们上班带手机的？啊？带着玩上游戏了。再说这么大游戏，你们的手机内存能够吗？我们手机内存当然不够。不够你还？但是我们是在网易云游戏上玩的，它这里不但免费下载，几百款游戏几点就玩，完全不占内存，还可以手机玩端游。我们备课累了就来两把提提神。哎，啥游戏那么好玩？我也玩两把。是不是说他没说你啊？你俩下课来我教室一趟，挨个给你们家长打电话。下节课我们几个老师病了，你来给我们上数学。哦，那你来给我们上英语。哦，啊什么啊？体育老师生灰病容易吗？你以为我想让你们来上课啊？真是，一人800字检讨。